到花莲县的中央路倒挖的车道的工程，目前等的时间哦，佮加上最近花莲有部分路段建设行人的避火道，也唔过多民众认为设计实在是有问题，所以常常造成车祸。县政府是强调讲，道路安全的规划唔是只考虑到车辆，行人的安全哦，嘛是真重要。花莲吉安乡的中央路甲和平路口，因为果菜市场的关系，人真多。为了路人安全，官府分成倒挖车道了后，在分界道头前阁增加一个路人避火道。啊，不过受人批评影响行车安全。它可能设计上有些突兀，然后造成它在转弯时都会去撞到。我们县政府建设处为了防止这个车祸，又在庇护岛的周围放了这个防撞的杆。这路口路人通过时间是三十秒，车若要倒滑，确实爱弯比较大连线避开路人的避火道，安尼设置是不是有汽车驾驶发生车祸？民众的看法拢无同。因为它的那个设计太过于全面，可能会造成车辆在转弯还是什么容易去碰撞到。我也是行人，我也是驾驶。我是行人的话，我希望它存在啊。关火建设处讲，在路人避火道都是希望改变驾驶前的惯习，唔通提前灯光，避免弄到路人。交通规划明知考虑车的路宽，路人安全也要注意。希望让这个开车的驾驶人能够注意到行人的安全，减慢车速，而不是说像过去的概念就是说路开得 越好开都以车辆为主，其实还是要以这个行人为优先的。根据警方统计，这路口增加路人避火道了后，今年一到五月只发生过一个 A 凸车祸，而且也是避火道所造成。不过避火道确实能看到两个分界，官府呼吁驾驶人要遵照涂骹划线才会安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